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昌。刚刚那个我们的财务长提供了很多书签给我们抽啊，那我抽到了这个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抉择的游戏，有风雨有阳光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西哥抽到什么好了。我觉得这个蛮符合我的，因为我都在玩游戏，那我确实也是有风雨也有阳光。来看一下西哥，西哥是什么？不要小看自己，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。对，西哥，我平常都有点太自卑了。真的假的？太扯淡了吧！我不相信。自信一点，不太相信，不太相信。看一下丁丁会抽到什么？我再帮你。丁丁很会挑哎，天哪！我都看颜色了。好，看有没有看到是。我那时候是因为黄色，我才选黄色，因为我姓黄，然后本身又是狮子座，狮子座又喜欢黄色。那我应该是什么？啊，你应该要选绿色吧？对，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嘉哥，看一下你的是什么？快点给我嘉哥，我才要回来。嘉哥是永不放弃，是你梦想实现的秘诀，不要放弃啊！嘉哥一直想要当总经理，不要放弃，总是会实现的。好了 ，OK， 那就先就到这边，各位朋友，谢谢，好，谢谢财务长给我们的明灯，拜拜。